重点，闲人免进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在外面玩太晚了，帮我开下门小哥哥。你看我投不投诉你？学校重点，闲人免进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晚上好，我是老师，有急事回一下学校。我什么身份，你会后悔的。学校重点，闲人免进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快点开门，磨磨唧唧的。磨磨唧唧的。学校重点，闲人免进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小伙子，麻烦您给我开个门。你干什么？我要投诉你。你这个月干得不错，以后你就是我们的保安队长了。晚安，三根，麦杰 M， 来来来。